以前总是围着你转，现在居然敢跟我作对，人要是倒霉啊，喝凉水都塞牙呀。哎呀，冰儿啊，你说你那个爹呀，放着好好的尚书不当，现在可好，什么都没了，老天爷呀，真是不睁眼呐。相姑姐啊，快去把院门关上，我先回去了。胡大侠，少哥在哪儿？少哥，少爷，赶紧吃饭吧，你也不急在那一时三刻嘛。谁说不急啊，就靠他保住水府了。哎，少爷，你这招到底灵不灵啊？灵不灵要试过才知道。嗯，你没把握了。哎呀，别啰嗦了，赶快看看帽子和棍子准备好了吗。哦，小姐，侯将军怎么谁都不认识了呀？是啊，堂堂的大将军现在被害成这个样子。水小姐，没伤着吧？胡大侠，我没事儿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哎呀，这话就不必说了，我帮你找侯孝啊，是为了替我家钱主任报仇，他现在成了这个样子，怎能指证沙利老贼？可不是嘛，日思夜盼盼来的却是这个样子，还不如冷笑。哎，胡大侠，孝哥怎么会这样呢？在莫干山摔打摔坏了脑子。哎，我闺女呢？啊，我们让她先回南庄了。哎呀，侯孝醒来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我闺女，就把她当成娘了，别人一概不认识，没有她照顾她那可不成啊。胡大侠，我们还是先去看看她到底伤到什么程度，然后再想办法医治吧。嗯，好吧。哎，公子早上好。嘿，老大早上好。嗯，站直了啊！说你呢，衣服弄好一点啊。嗯，哦，啊！小哥，小哥，你怎么了？侯将军，杀！杀！杀！侯将军，杀！杀！侯将军，杀！小哥，杀！大小姐，他们来收房子来了，千万别开门，让他们明天再来啊。小哥，我们吃点饭吧。嗯，郭启祖，给我打停。正所谓女人呢，不是用来打的，是用来疼爱的嘛。郭启祖，你这个心口不一的东西，我今天饶不了你！顶住，顶住！打死你！大家休息一下吧。来，我来扶你。你是谁？你别过来！少哥，你别过来！你冷静一下！少哥，冷静一下！别过来！